我自己绣的护膝根本送不出去。嗯，只要是双双做的，二哥都喜欢。报告将军，汪公公来了。是汪德海汪公公。听闻穆王爷与骠骑大将军赶回边关，陛下特命奴才前来为二位送行。这壶毒康酒是陛下御赐的，望二位喝了酒，平平安安启程。陛下还吩咐，边关的百姓就交给二位了。望二位一路平安，凯旋而归。王公公回去禀报皇上，臣父子二人此行定不辱使命。那么我们走了，你们都照顾好自己。一路平安。来日再见。芳菲，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。要是我绣的护膝给二哥，估计二哥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用。怎么会？小姐做的，二少爷一定会喜欢的。这回多亏了芳菲你。芳菲想买什么？咱们等会儿路过市集去挑。此镖有毒，注意气息，不要吸入过多。怎么回事？吴端端怎么会被袭击？不清楚，小姐，您先服下丹青的解毒丹。只不过，现在您不能下车。我们被包围了。丹青的医术高明，毒物不足畏惧。只不过，外面的人有些棘手。丹青、芳菲，照顾好小姐，我去会会外面的人。怎么回事？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服毒自尽！可恶，放出来！可恶，为了防止被俘，在崖中藏了毒药吗？小姐，石墨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小姐，我没事，只不过还没有问出这些刺客是谁派来的，他就服毒自尽了，都怪属下办事不力。你保护我，我怎会怪你？你没受伤就好。不过这次行刺谁是主谋？柳小小，他被送去善修庵，应该没有机会接触这种刺客。正是，可他一直被禁足，似乎也没有机会。其他恨我入骨的人，难道说父皇现在可在南书房？回太子殿下，陛下正在殿中等您。嗯，这是怎么了？回太子殿下，八殿下执意要娶穆王府那嫡次女，冲撞了圣上，圣上责令八殿下受杖责50。哼，本王那八弟真是猪油蒙了心，非要这时候跟父皇过不去。还是太子殿下您看得通透，您将来是天子，自然比旁人要好得多。哎呀，八皇子，您为何执意要娶那二小姐？只要您松口，圣上一定会原谅您的。不，劳烦汪公公进去给父皇说一声，儿臣一定要娶小小。